可可那咖啡。耶、yeah, ，去看看啦！哎呀，好漂亮哦！画的很好耶，漂亮啊！直接看到海，哇，找位置，什么位置？可以，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那个是要从那边啊，那边下来，对，走到那个步语步道啊，他现在算退潮了。满潮的话，那个步道会被淹到水。你去哪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没有跳起来？我忘记了。隔壁这间也很舒服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这边出去啊，到达停车场。你看这样下去走好像蛮好玩的耶，我觉得好像很热，是天气间很热的，不然下去走我觉得不错啊。你看那个椰子树半空中还挂了一个招牌，这间左边隔壁的，它两间连在一起啊，不会这么多了。它这间比较有那个巴厘岛，可是那一间是座位比较好。哎，可可呢？这一棵椰子树长了好多椰子啊！剥下来喝椰子水。可是它还太瘦了。这也是入园购票处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要去潮间带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渔业保护区，全票50块啦，优待票20块，所以像你就是20块。对啊，他就是买一个门票，你就可以从那个保育区下去啊，看一下。啊，如果你有购票，就从这个路口这里下来，下去下面啊，那你可以冲洗一下，然后去那个保育区那边。哇，前方那里的那个生态区，来可可那的话可以停这个前面的路边，有没有？也有一些空地可以停车啦。那不过车位不是太多，自己再找一下。前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景象哦，那就是叫水往上流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啊，蓝色的地方就有一条水往上流，你看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快耶，这边什么？好棒！怎么太快了？太快！好快哦！好快哦！好了，后面我们的小船，我的翻了，翻了，不会啊，就是快加油，加油！他刚刚冲的起步哎，刚刚用冲的，还有吓一跳，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太快了。哇，好棒！反正公婆，我听你的，反正公婆不怕。对啊。是往上面游，对啊，你要帮我看前面哦，有没有危险？没力，他没力的。哎，这很酷哎。对啊，他会转弯啊。变慢了，对不对？嗯。
刚起步了，我吓死了。对啊，哎，会不会从这边出来啊？在哪里？来了，来了，真的来了！哇，好快哦！他又走了。还在开耶，开火车好快！我们的小船还在走。他要一直游，游到山顶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故事？你有没有听过鲑鱼会往水上流？鲑鱼，鲑鱼产卵。他快到底了，要游到你的家。游到山顶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游到山上了，好强哦！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是世界奇观，你知道吗？还可以再接过去吗？应该没有了哦。从那边接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哇，不过我们这边可以看到。到那里耶，绿岛，超远的，在前面，哦，好清楚哦。今天天气超级好，不用这么热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你对这里的感想是什么？热，台东真的超级热的，尤其现在是夏天。嗯，嗨，小心你头上的椰子树。哇，哈哈，你往上游，耶耶。